三天差遣这一天，只好讲句愿，前或恋上有一些未断。好 ，Wendy， 究竟可以攞到多唔多翻啲燈翻嚟咧？就嚇睇下大家嘅睇法啦。成日同你講話想要多啲 chest voice， 多啲落翻嚟嗰啲話，我知道你有嘗試嘅，咁所以係啦，最緊要你有嘗試啦。咁啊，程海欣有冇啲意見俾佢咧？我聽到你有啲吹板啊，你由個 chest voice 轉咗 head voice 嗰度咧，好靚，我個位轉得好好聽，個 head voice 好好聽。唔該曬。Thank you。頭先聽阿 Wendy 唱咧，我就好想分享呢個概念俾你聽，你想製造嘅其實高潮啫嘛，最大聲同埋最細聲嗰個差距越大，那個高潮咪感覺得越大咯。